我最爱的笨男人，今天帮各位带了笨男人来到现场了，欢迎范逸臣、郭宏志、刘易遥，亲自身体力行到舞台。同时有请后方的朋友们往下走，支援了，等一下大合照，你们先赶快下来，不然拍不到你们。快，你们15秒钟，15、14、13、12，小心步伐。注意安全，谢谢大家来支持我最爱的笨男人，赶快下来卡好位置，等一下大合照咯。 Come on baby， 前面四排比较好拍，坐在旁边等一下拍不到，直接先往中间切，好不好？谢谢，那边全部满，直接补满。尖叫掌声欢迎四位来到现场啦。来，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先给大家拍照，然后上传你的 IGMV， 好吧？来，两两一组，哎，男女主角，他们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男的，对，你们两个男 CP， 啊，两组同志，近一点，两组近一点，近一点，你们很难 Q 哎、欸。来，一起看向左手边，一起看向左手边，你们的左边，好，来看向中间第一楼的中间，再来看。中间二楼中间，哎、欸，给你们时间拍照，就是希望你们上传 FBIG， 然后 at 我这样的笨男人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，都拍到了，右边来一下 ，OK， 可以吗？满意吗？要他们接吻吗？不用吧。好，来，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哎、欸，这一场很够意思、欸，很多人、欸、下雨天、欸、天气那么差哦，反正。监制先跟大家说几句话，来，有请监制。谢谢你们，大家在下雨天还这么多人来看电影，我真的有点吓一跳。然后呢，你们刚刚都有拍照对吗？等一下 ，IG、Facebook 都要帮我们分享一下，拜托一下。如果好看的话啦，那如果不好看的话，还是要分享说还不错。OK， 谢谢。对，要讲一些，对啊，写一些什么话来看一下，好看啦、啊，来看一层。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呢，可以把感想。就是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IG、Facebook， 那尽量帮我们说一些好话，推广给更多人，让他们来支持我们电影。谢谢大家。再欢迎刘易儿。我是台中人，我是打一根刺，然后我们是台中人，所以我们要支持台中人的电影，对不对？ Yeah. 谢谢，很感动，谢谢你们，真的下雨来，我说台中，你说赞，台中赞，台中赞。郭宏志，各位台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让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声，喂！谢谢大家今天，然后抽时间来看我们的电影，大家应该还蛮喜欢的吧？喜欢，好看哦。对，中间应该有蛮多笑点跟温馨的感觉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分享，好不好 ？IG、脸书，任何你想到的方式，朋友啊，楼上楼下的。然后隔壁的邻居，然后什么的，反正去到深美可以唱我们的歌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刚看完片，有什么样的观后感想要分享给我们，或者是有什么疑问，觉得这一场怎么会这样子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感，怎么样的表达方式呢？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趁现在问他们。来，有没有人？第一位请举手，我要送签名海报。第一位谁呀、啊？你要 Q 谁？他们俩一直在商量，说要问一下，不要问一下。那就快啊，来，先骂吗？开玩笑啦，对不起。来，你们要说什么？直接讲。观后感也可以。你觉得哪里好看？哪一段好看？是好笑还是想哭？一边很感人。很感人，他说什么好狼感呐、啊？不要！老大人那一句话，他觉得很感人。他说那一句好狼感，很感人，就是。好啦，谢谢啦，感谢啦，但只有讲这个就没办法送了，抱歉，太浅薄。来，下一步，来，多说一点，你说，你大声说了，我不定。歌曲很好听，还有呢，然后电影很好看，还有呢，演员都很帅很漂亮，还有呢，还有就是觉得很惊喜，就是因为我老公很爱棒球，他是你老公，对、哦、然后他就是很想要来看郭宏志，对，然后他喜欢郭宏志，对，所以特别来看这一场电影。那你喜欢谁？你老公喜欢郭宏志，那你呢？
我喜欢范逸臣。你们都下来，一人写一个，来，你们下来，请康平下来。有诚意多了，好不好？不是火狼感哦，真的有四组句，有诚意海报我就可以送来。这样子，老婆选范逸臣单拍，老公选郭宏志单拍，老婆先。没有，我就是 order， 听主持人的话，来快点，我今天是主持人，来 ，come on， 一对一，两个先亲密的一起比个爱心，老公可以吗？老公，老公可以，老公那么随便啊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来，老公要跟郭宏志，想不想爱的风火轮？他会把你抱起来转圈圈哦。爱心啊，爱心来。好了，老公老婆一起跟全体的演员合照一张，然后拿海报好不好？来，都有，应有尽有。有诚意的话，我就会给你，你们要什么，我就会帮你们争取到，好吧？来，那个 OK， 可以，好，一起看上这边这一台。我对了，拜拜，支援了，谢谢。好，回去婚姻和睦哦，不要为了他们而争吵哈，谢谢。来 ，OK， 嗯。再来下一位，这边是吗？他污者，他都做坏事，哎，好像阿公店被抓的小姐的感觉，哎，你看吗？你要说什么？你勇敢说啊！你说出五句话，我就送你啊！他跟我都觉得小小郭很帅。小小郭很帅，他是谁？他是你的谁？不是我的谁，他是我朋友而已。OK， 这么撇清关系是不是？也许他对你有意思啊，怎么样？不行吗？在这里。啊？哦，那女朋友，那可能就不行，不是可能是真的不行，对，单纯一点。所以你们是两对 couple 吗？不是，啊？你们是两对情侣吗？没有啊。那是只有一对。一对，然后你跟另外一个那个男生怎么样？没有啊，不能说。好，不能怎么样？来，四个一起下来，一起下来。哦，你听到要这样子是怎么样？你太兴奋了吧？来，啊，那裤子。快点啊！哎，那裤子太短了啦！哎，不行，这样子危险哦。来，夏天，都秋天了，来。叮，来。哈，先拍完之后就传给你就好了，现在那么方便，不要再看手机，快点，没时间了，快吧。下一下，不要惹火主持人，我还没有心情主持了，快点，啊，争取多一点时间好不好？你们开那么多人，对不起，我太凶了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来看这一台啊，大家一起比个爱心好不好？满满爱心。3、2、1，谢谢志远，谢谢你们了，耶！谢谢。等一下拍完传给你就好了。好，你们那个复杂的男女关系回去在那边搞定啊！上去，来海报拿，海报拿，签名海报，好不好？好，签名海报，可以去卖两万块。好，来，大家开玩笑。怎么样？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农历七月没过，你就这边大肆虐是不是？好，再来，还有一个吗？来。你要有建设性的哦。可以。好，那你上来先讲，你上来朗读一下，或是演讲的感觉，讲了一串话，好好的推荐。来，你上来。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对，你没有讲超过10句的话，我不会送你海报。那我来，而且还送你什么？对，送给大家，那什么东西？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，很喜欢。哎呦，谢谢。好，那你现在脱口罩站在他们中间，好好的推荐，我最爱你们男人，来。那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家人一起来。可以啊，下来啊！家人，来，人家要不要70多个都是你们家人吧？几个？开放认亲。好，你，然后这粉红色衣服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姐姐，然后这个呢？我太太。太太，夫人 ，OK， 跟姐姐来，三个人来站中间，先拍完照片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先拍。哎呦！手机，谢谢。对，不要太兴奋哦，来。好，20000块的签名海报，来先拍。就要卖出去了，来，哎，不能拍卖了，好不好？要好好珍藏，我一表光先来看一下综艺下方，来，3、2、1，哎，要支援哦，谢谢。来，你要讲一串话哦，不然我就没收海报。来，请说，脱口罩说。好，脱口罩，来，就是，反正我可以发表感言，还有当然要想法，但不要太长，言简意赅，但是要讲到点上。来，行，好，基本上电影真的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拿麦克风说话，我先近一点，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对，我觉得电影真的非常好看，就是前面当然欢笑，然后后面又有各种转折，包含情感，然后还有明显的感受到每一个角色之间，就是大家都很投入在演出这方面，然后在剧情上面也确实有带到我们有代入感，然后每个演员也确实都有演出，就是我觉得台中人该有的 quick out，
对，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再试验。什么叫还蛮不错？是很不错。再请讲一次。超级棒，对。然后再次也很欣赏，就是艺儿在这里面的演出，就是因为他跟他以往的形象来说，我觉得算是蛮重大的突破。不是蛮重大，是很重大的突破。所以我很希望可以问一下艺儿，就是为什么他会有想要演出这样子的角色？好，那主持人访问他一下，来。可以帮你麦。就是应该是谢谢团队相信我可以演出这样的角色，因为以往以来就是比较阳光一点，比较天真开朗。但这个贝贝其实他背景是比较辛苦的，其实也做了一些功课。然后谢谢监制，谢谢相信我，谢谢大家。就是其实看到他们就很像我，就真的是贝贝，所以他们帮了我很多的演员们都帮了我很多，所以其实是大家的功劳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贝贝辛苦了，也谢谢你很棒的分享哦。谢谢回去，谢谢。好，不要拖太久时间哈。OK， 看啊，没有海报送了，还想要分享吗？你现实鬼，现实鬼啊，一堆现实鬼，没有海报，还是讲一下啦。来，你说，姐，不用麦克风，来说说说你的感想。我是为翻译成来看的。所以印象怎么样？谢谢。我从小就在翻译成系长大。从多小？哎、欸，阿姐，你也有25了吧？我要21。啊，对不起，抱歉。抱歉抱歉，啊，可能你今天妆感比较浓厚一点啊。下雨怕脱妆，怕脱妆，我脱水了。好啦，你从小喜欢大猫到现在，那你已经看到本人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？我很惊讶，就是我没有对他说，我没有特别挑场次，然后看到很惊喜，然后戏很好看，真的哦，缘分，很好演，很棒，谢谢谢谢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！我都把你多收4岁了，不让你拍怎么可以？现在，那你要快一点哦，没时间哦。现在可以一起。可以一起。哎呦，哎呦，买一送二什么意思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快点来！你们一人一台牌就好了，传那像 LINE 没有那么方便，姐妹那么生疏吗？来，两个人生疏先。好，你站在翻译者旁边，然后一人选一个啊。OK， 好，看一下中心下方，比个爱心哦。这些照片你都要 po 你的 IG 啊、脸书啊，好不好？帮我们分享给我最爱的笨蛋人，谢谢。见证这一周，今天上映第二天了，谢谢，感谢。好，你说单独是不是？其他的配角叫他们滚开是不是？来滚滚，他们要男派滚，其他滚全滚啊，就让他们开心就好啦。来啊，给我发飙嘛！来，好，那对不起，完了我会被公干死，我今天太凶了，对不起。啊 ，OK， 最后喽，没时间了，那我们要赶没有了。你看，你就这么慢啊，第一排那么慢，来，最后一句话，好好推荐，跟他说拜拜，来，坚持先。有笑有泪的电影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好看的话，拜托一定要帮我们分享出去好吗？让这个片子可以上映很久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。谢谢，谢谢，再来刘亦儿。这部电影好看不可以只有你们看到，不好看也不可以只有你们看到，所以要分享出去。谢谢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来来，潘以琛，这部片真的好看，帮我们宣传，谢谢。好啊，都讲一样的东西啊，那就不用再介绍啦。你要讲不一样的。真的好看，然后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，谢谢。超没有新意的，好棒，好有默契哦。一样无聊，来，大合照时间来了，干嘛？你们坐在地毯了，不要再移动了，来，坐。地毯很干净啊。谢谢新时代微秀影城，你们最棒了。哦，这么多的观众，他们很努力帮我催票，感谢新时代微秀影城，我没讲错吧？因为今天票费都五折，帮我们一些。好，赶快。Come on， 这边也坐。很棒，很棒，真可以。好，大家头顶一个爱心，头顶双手那么难吗？第六排那个男生比赛那么难吗？好，头顶爱心来，三二一，票房成功！耶、yeah! ！这个动态可以补一下，我觉得这一听可以动态哦。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摇摆你爱心，那么心快多出去，我能有多大的女的说下看你了。